谁也不希望世界末日到来。但天灾人祸这种事根本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。做点防范总归没有错。早在1969就有人在美国乔治亚州萨凡纳附近修建了一座地下避难所。这个超强的建筑能够承受万吨核能炸弹，恐怕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了。这座地下建筑占地32亩约间平，价格为1750万美金约新台币 3.5 亿元，分上下两层，空间绝对宽敞，它的墙壁足足有英尺厚约91公分。虽然是1969年建造的，却在2012年重新翻修过，所以看起来并不陈旧。地下避难所中有换气透气的系统，还能自行供电，还有医护室、中央监视器系统，健身娱乐设施也没有拉下。翻修之前，这里只是个可供躲藏的建筑，重新装潢后却有了家的感觉。卧室、厨房、浴室、餐厅、起居室看起来就很温馨。不管怎样的灾难来袭，住在这里的人都能顽强活下去。为了得到这样一个生命堡垒，富豪们应该不会吝啬金钱吧。这栋房子不仅仅是地下避难所，内部的装潢还很温馨，住在里面非常舒服。不知道谁这么幸运能够成为他的主人，虽然花费不菲，但买到手后肯定不会后悔。在局势越来越紧张的今天，有一道生命防线太重要了。